这是包子的小龙舟，用料非常奢华，建筑风格非常的大胆，而用到的材料大约90万，后勤看了都直冒汗。而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叫桃花岛的超大型建筑，占地范围1000多格乘以1000多格，整个建筑呢四面环山，而山中心是非常美丽的村庄，整体则是以桃花源记为灵感设计的。默认情况下这些山都是实心的，实心桃花岛的投影就高达20多兆，而方块数量是7194万0703个方块，也就是大约80个龙舟，不是很，确实很大，要是7000多万个方块的话，那估计做到地球毁灭啊都做不完。所以我对这个存档进行了一点点的调整，也就是把这些山都套成了空心的山了，材料才从之前的7000多万骤降到现在的740万。虽然这个方块数量还是非常的离谱，但是也不过就是10个龙舟的材料嘛，对于我们来说啊依旧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桃花岛是平安符的长期建筑，预计的竣工时间将会是明年过年的时候，也会成为2022年的新年年阵出现与大家见面哦。而为了桃花岛，也是为了平安符升级 1.19 做物资准备，我们再次升级了我们的几台小机器。首先是刷铁机，我们旧的刷铁机坐落于无影的工业园区之中，效率大概是每小时2000多个铁，因为之前很少用铁来做建材，所以说这老些铁也是够用的，实在不行就效率不够时间来凑嘛。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大量的机器和建筑都依赖这个铁，这2000多的铁就有点捉襟见肘了。所以我们服务器的柠檬和土豆两个难兄难弟就做了这么一台效率恐怖的机器。这就是双维度刷铁机，这个机器的产铁量10多万，虽然说这个效率从数字上看上去不及什么守卫者农场、史莱姆农场、UR 刷怪塔，但是在刷铁机中已经算是很高的了。哇，太帅了太帅了，炒菜一样炒菜一样，效率很高，但是这东西可以让服务器给高兴坏了。这个机器一层一层的像个通天塔一样，而每层呢也是塞满了12组，一共36只村民，总高度一共有20层，也就是这么个机器塞进去了720只村民。村民这个东西的计算量可是非常的大的，服务器呢自然也就高兴坏了。当然这个机器做起来也是相当的坐牢，不过不是我做的啊，我不坐牢，土豆和柠檬坐牢，但是坐牢会坐牢，他们顺手还在下面整了一个悠悠子的像素画，只能说这一批新人的肝是非常的硬的。解决了铁的问题之后，我们这波还更新了一个全新的朱灵交易所，旧的朱灵交易所是麻瓜设计的，它不好用，那效率也低，添金子还得手动从盒里面掏出来添，就好像烧锅炉一样得不停的添柴火，而且这个产物的收集也是坏的，非常的不优雅。所以我们的储电大佬在于有设计了一个全新的8核朱灵交易所，效率比之前的翻了个倍，仅需54秒就可以吃掉一盒金锭，可以说是最大的金锭销毁地了。而这个机器在制作的时候我有幸参与其中，抓了有190多只猪灵吧，可以说是非常的坐牢呀。总之这就是更新后的机器了，效率更高，胃口更大，后勤更快乐。除了这些，我们还在末地新装了好几台机器，打算建立我们的末地工业区，要炸，因为这个地方太老了太老了，我们要造新的了，我们要造新的了，这个村民的别墅不够豪华，我们需要造一个更豪华的别墅，我们让村民高兴高兴好吧，今天他们过年了，给他们放个烟火。我觉得可能啊，我还是啊！哇，就这么爽，这么2秒，我的天哪！这些机器大多数都是以农业科技为主，产量都非常的惊人。有这个超大号南瓜田、超大号甘蔗机、超大号的竹子机、全彩色羊毛机、小黑班瓜塔，以及一台紫松果农场等等等等。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农作物，在片赞服里面都可以量产。也不知道这些机器符不符合桃花岛的胃口。好，这就是这期片赞服的工业进度了。如果这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不要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啊！我是藏豆，咱们下期再见。